必须在10分钟之内赶到码头。是。到副官，你不要一错再错。泉州城，几十万人的生命。司令，你就不要这么固执了。等你我上了去海南的船。 他大坝炸成灰烬，死多少人关你我什么事儿？这年头，自己能活着就不错了。换句话讲，您现在都什么样了？还操着闲心干嘛？有口气儿，好好活着吧。司令，要不是你对共党起了投诚的心思。 你和小姐能闹到这种地步吗？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。为了防止你铸成大错，小姐在你的补药里下了凝血剂，所以你才会突然的中风。明白了吧？什么？医将，给我下了药。小姐也是一番苦心呐，她为了什么？不就是怕你晚节不保吗？ 长官，有人跟踪我们。这帮该死的共党，加速前进。是。 交出遥控器还来得及！窦副官，快启动遥控装置，不能让这帮共军得逞！现在洪水冲下来，我他娘不也跟着一起完蛋？如今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没有选择了，只能同归于尽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让几十万人陪你去死啊？窦建荣，你身为党国的军人，必须履行军人的职责。 在我的手上，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。我必须阻止你，武一将，你是不会得逞的。我劝你，遥控器交给我。
冯良善，你别做梦了！怡佳，怡佳，你不要胡来！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？你过来！鬼调泉州城是英杰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一定要完成。怡佳，我再劝你一次，现在交出遥控器，你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 宜家，宜家，我没有完成英姐交给我的任务，对不起，英姐，宜家。 女儿，你糊涂！宜家，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听爹的话呀？孩子，傻孩子。 伍司令已经跟我们的上级首长说好了，等我们的大部队一到，他就率军投诚。他这么做，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战争啊。还有个好消息，我们的部队已经顺利地渡过长江，占领南京。哼，那说明我们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了。 我是来告别的，组织上安排我去完成新的任务。去哪儿？是要执行秘密任务。
我们已经。报告，最新情报。去吧。根据侦讯小组的判断，昨晚发现的可疑电波应该就在逸星街这一带。吩咐所有人挨家挨户的搜，如遇突发情况不要轻易开枪，唐长官交代过了，要找到秘密电台人要抓活的，还有，让电讯小组的人打起12分精神，随时侦测可疑电波。
敌人计划大规模的外撤台湾，这份情报对于整个战局举足轻重啊。 你们这里可能面临着暴露的危险，我现在要传达地谷皮同志的命令，你和于倩同志必须尽快撤离海南岛，将这份情报亲自送回总部。快快快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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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
于谦也跟我一块走。对，这一年多来，他和你假扮夫妻，负责情报联络的工作。你们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。这一次你们一起撤离，这边的联络工作暂时由我来负责。好，我把电台交给你带走。还有，为了保证机密性，这次行动计划暂时不要告诉于谦。明白。 开门做买卖，在这里居然没有亲友来往。你男人呢？刚才还在这儿，现在也不知道忙什么去了。 你们家还有个后院？嗯，我要进去看看。啊，后院堆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是收过来的旧家具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搜，是。长官，后院乱，小心你的脚。
肯定暴露了，还是袁白同志反应机敏，及时带走咱们的秘密电台，还替咱们解了围。敌人是暂时被引开了，咱们赶紧收拾行李离开这里。离开？去哪儿？时间不多了，路上再给你解释。逸兴街所有的商户和住户都已经全部查过了，没有发现共匪的秘密电台。不过，那家怡和木器行，在我们走了之后，他们就上板关门，老板夫妇二人匆匆的离开，到现在还下落不明。怡和木器行？是的。那里面一定有问题。
很可能是他们想调虎离山。这样，立即搜集这些人员的所有户籍证件上的照片，冲洗放大，交给行动小组的人，全程搜查，务必找到他们的下落。是。你我在海口的潜伏任务已经结束，今天晚上就要离开。今天晚上就要走吗？对，今晚。金明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我们真的要回家了吗？嗯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喂。记住了，我要活口，盯紧了，我马上派人接应你们。我们的人已经在博爱路附近找到了那个姓严的，通知所有人立即到那里汇合。是。被人跟踪了，快一点，快快追！你坐好。
不！